所以我就说，你们还是要就事论事，你回来讲，除非说我们哪个案件没有做好，不管是哪一位议员，我们不是只是在协助民进党的议员嘛？因为咱在地都跟他解决立委，所以讲想问啊，有几个他们跨区找隔壁的蒋万安或赖世宝，结果来了以后，后面收尾还是我们收尾的。我这对电视机顶管，咱在地这议员哦，不管你哪个党，我讲的根本是属性。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回归到事实，你罢免林长佐，你总要讲一些理由啊，理由都已经不存在了，以后你改成讲说啊，那咱都去道上面人，道上面人，啊，你看会较增加。